2FC 和 1FC 是表示分区，这个是 LTP，这个是120赫兹的 4KP。我们这个路，还有这个是 USB，这个是 VGA，我们确定，确定以后会重启，开机了。开机这就是可以切换状态，可以。这就是 4K 的测试，120.108.6分辨率，那意思就是它的频供电12伏，有5伏、12伏，而这个频供电把它切换在 USB 上面，然后按 OK。好，大家可以播放。